救命，小伙伴们好呀，我是小燕，人美声甜，强刚不浪。今天我抛弃海岛地图，转移来到沙漠地图，只为完成粉丝给我下达的最新任务，用沙漠监狱里的物资吃鸡。众所周知，海岛地图中的监狱物资一般，但这沙漠地图里的监狱据说更肥哦。落地首先快人一步，我迅速拿到了二级甲和武器，直接冲过去消灭敌军要紧。刚捡到把 UZI 冲锋枪，楼上的脚步让我举枪警戒。果然猜的没错，他还真下来了。我顺手将其捕杀之后，来到了监狱的另一侧寻找他的队友。看到你了。此次落地监狱的敌人不在少数，对面一队人马对我围追堵截，我单枪匹马沉着应战。嗯，刚才那儿又传来了脚步声，果然在这儿。你这是在打谁呢？看来还不止一队。将倒地的敌人捕杀之后，我赶紧上前舔包。当然，此次任务能舔的盒子也只有在监狱里面。整装完毕，我在墙角发现一个倒地的，嘿嘿，真是运气来了，白给的分儿都有的减。此处清理完毕，我转身来到了隔壁的大仓。刚才这儿的枪声不断，我先用雷声吓吓他们。哎呦我去，吓我一跳，还好只是烟雾弹。刚一转身来到另一侧，头上听到了脚步声。成功清理完这支小队，沙漠监狱周围已经被我荡平。终于可以安心搜集物资了，只可惜一圈搜刮下来，我只找到了一个三级头，这硕大的监狱居然还找不及三级套，更别说想捡把信号枪了。你们知道这沙漠地图哪有信号枪吗？整装完毕后，我身背两把 M4， 开着蹦蹦一路北上。玩多了海岛地图，偶尔来下这边，感觉风景还是挺美的。就在这时，前方一辆大巴停靠在了路边，原来是想换车啊。哎呀，这也不能怪他，因为我也想换。这来都来这沙漠地图了，谁不想开着敞篷跑车兜风啊。一路来到沙漠最繁华的地段皮卡多，刚一爬上屋顶，下面就看到一个黑影。正当我想将其捕杀时，发现敌人丢了一地的装备向我求饶。只可惜人物所限，你丢的装备我都捡不了，那我也送你一份大礼吧，祝你新的一年红红火火。再次驱车上路，沿途还带走了两名敌人。此时看到了远处的楼顶有黑影闪过，我迅速趴下开镜，果然有人。哼，咱这 5.0 的眼睛可不是白长的。很快毒圈追了上来，而我却在此处伏击敌军，现在他们的生死簿上已多了两笔。Nice， 又是两分进账。经过一番摸爬滚打，我又成功溜到圈内。此时的我爬上墙沿观察敌情，不知怎的，这房子才不停地颤抖，这个难道是承受不住我的重量了？算了，那就放过你。刚一转身来到楼下，前方石头处的两个身影进入了我的视野。此时场上还剩下三个人，直觉告诉我现在应该是1-3了。我先在这儿按兵不动，等待两人靠近一点，再将其一举歼灭。就是现在。还有你。果然猜的没错，剩下的是一支三人小队，那另外一人应该也在附近。看到你了。不好，千万不能让他把队友救起来。我紧握枪械，大步流星地冲向前去，这边有一个。现在他应该不敢救人了。黄金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出来决一死战吧，小燕儿来收人了。我是小燕儿，下次任务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